这里呢白天挺热的，但是晚上啊特别舒服，所以呢我们就一起玩玩我们水平的江的桌球。四宝宝就在旁边自娱自乐，等一下他就要来捣蛋了。他把我辛辛苦苦打进去的球都全部拿出来，要放这里才对。你在干嘛？要好好练习。你在跟我捣乱吗？要一心一意。Yeah. 太求世界人。Are you practicing? 哦，你也在练习啊。二大宝依旧在看他喜欢的书。现在四宝和二宝在这里面洗澡，两个人一起洗，他们两个要一起洗。你能相信吗？这是酒店送给我的生日蛋糕，我本来以为他们就送我大概一块一小块，结果我居然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。哎呦，他们真的是赚了赚了。我们没有准备蜡烛，奶爸呢准备了火柴，所以我们就用火柴代替蜡烛。再来一个，我们接下来上一个蜡烛没有准备的吧，但是有火柴。火柴啥地方来？火柴啥地方来呀？ Happy birthday to you, Lin. Happy birthday. 哈哈哈哈哈哈！这里还有个皇冠，这里还有个皇冠，女神。这个蛋糕很好吃，不是很甜的，很好吃的。现在他们抢着吃。哎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盘子没，盘子抢盘子了，抢盘子了。哥哥结束了，哎，爹地哪能不摆了 QQ 了，对吧 ？QQ 结束了呀，对吧？喏，这里已经吃起来了呢。芙蓉呀，好吃吗？嗯，艾迪怎么样？看书看的笑傻了吧？啊？耶，二宝呢？二宝在哪里啊？二宝在。哦，在哪里啊？鸭老头猛吃，那可可吃好好吃了吧？好吃吧，可可？哦，还没吃就讲好吃啦。晚安了，上海的夜晚。晚安了，蝉鸣声。晚安了，萌娃。还有看着萌娃的奶爸。晚安了我自己，这个大床今天就是我自己的了。Good night, moon. 现在孩子们睡了，我们两个来享受一下，这叫什么 ？I forgot. Alone time. 中文什么？哦，两人世界了。我们来享受两人世界了。他们在这个小屋里面睡着了吗？我觉得这个地方，也不是。太有事情做也会无聊，对我来说会无聊，但是呢至少孩子们开心就可以了嘛。我觉得和城市不一样吧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城市的那种比较热闹嘛。哎，这里灯光比较好。现在我们去散步啦。拜奶爸我姐了。哎呦，多拉西多拉西姐的要命，真的灯了个灯。哎呀，不刚了不刚了。哎呀，我们来探索啦！明天想在这里吃烧烤，今天来探索一下。这里的夜晚真的只有蝉鸣声，没有其他声音了。Oh wait, frog? 奶爸发现，青蛙了。算了，你们也看不懂。这个不知道能够看到吧？这个青蛙好大呀！看到了吗？跳一个，嘿，捏它了。本来呢，以为吃烧烤会太热，但是晚上啊，这里真的挺凉快的。
所以明天决定啊来这里吃烧烤。走吧，我们还是去打桌球吧，感觉大家好像都睡觉了嘛，怎么没人出来嗨呢？不是应该搞个什么酒吧对吧？I know, right? Should have a bar. Yeah. 晚上的农村真的非常的不城市。我和奶爸两个人就在这里。走啊走。哎，其实也挺喜欢这种感觉的，因为嘚瑟起来了。我是幸福的混血四宝妈，谢谢大家点赞和关注。我们下次再见。